在慈济里学了很多的第一次，第一次去看个案，觉得很震撼。晚餐，他的年纪跟我相仿，22岁的一个年轻人得了大肠癌往生，他的太太，他们有一个1岁多的一个小女生，然后肚子的还怀有身怀6甲。看到这个1岁多的孩子，我想起我5岁的时候我没有父亲。华航空难住念的时候，一阵风来，白布掀起来，是一个眉头眉角肚破长流，我们都要去接受它。很多的第一次都让我感觉到我突破了自己。慈济让我的生命真的是升华了。64年7月的时候，因为哥哥的关系，我就懵懵懂懂的接下了这个委员的一个角色。到现在108年，应该整整的45年，迈入46年。素干妈好。1碗30，很普遍的价格，大家每天都吃得到，它是很容易接受的。地球暖化那么严重，如果能够带动吃素的越多的话，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啊。愿就是我能够做到最后一口气，不要去拖累人家，那我很洒脱的跟世界说拜拜，嘿，跟大家说拜拜，那这样子我觉得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报吧。